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上务下道大和尚，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西天东土红中眼教诸大善知识，为天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如理的谛听。菩萨畏因，众生畏果。我们众生在果报现前的时候啊，才会知道，哦，这个是这么难过但是在因地的时候啊，往往不知道的。就像这世界上那些业果成熟的时候啊，有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来反省，有的连反省的机会都没有。他反省已经成下后一辈子了，后一辈子的事情了。所以前面我也看过我们大仁波切索达吉堪布的这个文章里所记载的，所以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工程师啊，他就发明了一种杀猪的机器。这个机器啊，只要猪从这头进去，然后从这边进去啊，然后那头啊，血归血，肉归肉，骨头归骨头，毛归毛，就分离开了，那头出来。才发明了这台机器，全部安装好了之后啊。安装好之后啊，他自己亲自来试。当他按下这个电钮的时候啊，那么鬼使神差的，自己的衣服被那个机器给绞住了，他自己就被绞进去了。边上的人吓得目瞪口呆的，在慌乱之中也不知道怎么办。当刚刚明白过来要切断总电源的时候啊，这时机已经过去了。这工程师自己发明的这个机器，把它自己卷进去，然后血归血，骨头归骨头，毛发归毛发，肉归肉出来了。这是记载了这样一个1997年的这样一个事情。他准备用这个来杀生的，你看，结果第一个试验品就是他自己，那个因果不虚的这样的例子，他自己他甚至都没有机会来悔过了。当恶业成熟的时候啊，还有这个东北也是，东北啊，也是在99年九几年，还有两个人上山去打猎，下了雪之后嘛，扛着双管猎枪上山打猎去了。两个人去，结果跨一个沟，前面一个人跨过去了，后面一个人呢，那个他就这个人就把那个枪啊伸过来抓着他，让他跨沟。结果他抓着枪杆子还没跨过去呢，嘣一枪就打到他肚子里去了，肚肠都打出来了。这个人看着吓得不得了，赶快往回跑啊，村庄里去跑啊，要来救人呢。等跑到村庄里叫人来，还。来抬的时候，这个人早就流血过多，死掉了。这么怕，这叫果报成熟了。平时杀生呢，杀多了，这个果报成熟了，他反省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人奇怪，他说："我这个枪保险保好的，怎么会开枪呢？
他自己都不整不明白，哎，保险包好的，那还有一个也是，湖北这里的，那别人叫他说，哎呀，邻居说赶快赶快，他说有看到一个兔子，啊，住在山里的，回家就到了房间里就把一个猎枪拿出来了，那平时家里有猎枪的，杀生的这都是，哎，然后就跑出来，兔子在哪？别人说来来在那边山。坡地上，他就瞄着那坡地上就砰一枪打过去了。正好这时候他妈带着他自己的小孩从山坡上下来，结果兔子没打着，一枪就把他妈给打到了，也是当场打死。哎，他那女儿正好贴着石头边上走啊，那枪没打到他女儿，把他妈给打死了。结果法庭还要审判呢，审判最后还判这个人，他因为。虽然是他妈，但是他把妈打死了嘛，这属于过失伤人呢，也要判刑的。妈被他自己打死，自己还判刑2年。你看这个，这世界上还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叫海明威作家，他最后就死于自己的枪下，为什么？这个人小说写得好，但是天生好打猎。哎，没有事休假的时候扛把猎枪到处去打猎，最后自己呀、就是把这个枪管子塞到自己的下巴这里，用他脚趾扣动扳机，把他天灵盖都打废掉了。这个海明威啊，世界著名的一个作家，他就阴地里不知道的，裹现钱的时候啊，那种惨呢、为什么要有一种厌患对峙力？往往我们凡夫啊，平时不知道的，你错在哪里也不知道。哎，当生癌症的时候啊，哦，当有人仇家逼迫上来的时候啊，所以不是经过佛教，不是经过这个智慧教导，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犯了多少错？哎，有的下地狱那个时候啊。才知道，有的到阎王爷那才知道，所以对以前罪恶业的这种厌患力，产生厌患而对峙，对峙什么？对峙五就是对峙我们现在了，让我们当下的身心的这些罪障能得以清净，让我们以后不再重犯这样的过错。第四个现行对峙，什么现行对峙？怎么让我们不处在这种好的状态里啊？那我们要行持善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现行对峙力啊，再继续讲，因为昨天讲到返回对峙力。现行对峙力啊，是指尽力行持一切对峙往昔所造恶业的善业，行持啊，我们以前所造的恶业，还有恶的习气乃至。我们现在以一种什么的力来对峙它呢？我们行在善法上，尤其是顶礼佛及佛子，随喜他人福德，一切善根回向菩提，发愿行菩提心，护持无为实相之本体，等都是现行的对峙力。哎，你这个就是说，我们你看到庙里来礼佛的时候啊。给出家师父拜的顶礼的时候啊，然后啊，随喜他人福德的时候啊，乃至自己呀、做种种善法以善根回向的时候啊，把善根回向菩提，并且发愿的菩提心、行的菩提心，甚至啊，你对这个法啊，读诵经典，甚至听法师讲解的时候啊，升起一个这种对法的理解，然后。安住在这个实相当中啊，实相的本体当中，这一切自然而然的就是具有对恶业的对峙，自然让你的心会啊清净，远离那些染污。这也是我们这个戒治戒里面，戒是断恶嘛，所以戒有别解脱戒，有啊这个定身戒和道身戒。定身戒的话，你比如说你在入定的当中，它肯定不会啊产生恶的东西出来的，因为一产生恶的就入不了定，
还道生界，道就是也。当你安住在实相本体里的时候，这也是不会啊去造恶的，这也有防非止恶的作用。所以这个现行对治力，就其实啊，它具足了我们这个戒里面讲的这两种戒的体，一个定功戒，一个道功戒的两种体一样，这里面。所以现行的对治力啊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啊怎么样子。这个身口意不造恶业，不造十不善业，那反过来，我们身口意造十善业，不就对了吗？就杜绝了这十不善业了，忏悔业障的这个功效也就会显现出来了。所以从前无等塔波仁波切的一个修行弟子问他：“我往昔以贩卖佛经为生，如今想起十分后悔，应如何忏悔呢？”仁波切就说：“造那些经典吧，你贩卖哪些经典呢？那你就把你赚的这些钱呢、啊，再来印这些经，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里面也有，因为以前我也问过我师父，那个几年前啊，我说这个经很多的，因为当时啊有很多的这些大家印出来的这些经嘛。我也发现有这个现象，某些流通处有在卖，甚至有的，有的就写的免费赠送，竟然也有人不懂道理也在卖，还有那变相的，就是你往功德箱里放多少钱，我就把这个免费赠送的给你，这也有点变相的，所以这个问题我当时也问过师父，师父啊也非常辩证的就这样说回答，他说这个钱如果拿来是还是印经的。还是为了推动三宝的流通，不是拿去做其他事情的，这也可以。因为为什么？这个里面因为这个就针对我们现代社会啊，这个，你有的你真的免费给他啊，你给他他不珍惜，这等于让他去造恶业一样。他拿过来一本一看啊，就往那一扔，甚至啊有一些。这个农村呢更不懂道理啊，他把这些佛经啊、这些书啊、讲佛教道理的书啊，当草纸来用啊，都会有。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卖给他，他不感兴趣啊，他不会出钱来买。他既然买了，他就珍惜的会读，他就会那个，他读了之后，他马上就会得到受用啊，他就会他认识，哎呀，这个是好的。他好了之后，他自然还会把这个书介绍给别人看，去推广，所以这个也有好处所以有时候得来太简单、太容易了之后啊，他有时候不珍惜，反而也会造下其他的罪，所以我们师父啊，这个呢，是我后慢慢理解的，但是前面我师父讲的，如果把那个钱拿来还是印经。还是弘扬佛法，还是用在三宝里是可以的，所以这个仁波切也是说嘛，那就造那些经典吧。结果造经典的过程中，他经常心思外散，于是又怀着十分沮丧的心情前去上师面前问，造经典时心思也经常散乱，对于忏悔罪业来说。没有比护持本性更甚深的吧？上师异常欢喜地说：“实际上即是如此，实际上就是，就是如此。纵然往昔所造的罪业堆积如山王，也可与现见本性之刹那获得清净。如果你证悟实相那个刹那，那个叫什么？一念阿弥陀佛，灭81劫生死重罪。”阿弥陀佛即是无量光、无量寿啊！阿弥陀佛即是实相啊！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他这个叫实相念佛的人呢、一念能灭81劫生死重罪，所以这个上师听到他这样能问到这样的问题，非常高兴啊。因此，净除罪业的方法，没有比修菩提心及恒持护持无为之实相二者。更甚深的了，这里也印在"不离此二者"的基础上，观修金刚萨埵。
降下甘露，净除罪障，念诵百字明等。说在这个的基础之上啊，在这二者基础之上，观修金刚萨埵，降下甘露，净除罪障，念诵百字明，这个就很。所以啊，金刚萨埵修法属于深缘次第的修法，它实际上是属于这种啊，升起次第的观修啊，圆满次第的这个修持，属于深缘次第，它属于啊金刚乘啊。它需要什么基础呢？需要升起了菩提心，并且啊对实相的本体啊有所啊证悟的。所以说证悟这个实相啊，所以我们以前在那个求法的过程当中啊，上师有时候灌很多顶啊，文殊菩萨顶啊，地藏菩萨顶啊，观世音菩萨顶啊，大势至菩萨顶啊，甚至二十六度目顶啊，阿弥陀佛顶啊，为什么？就这个通过这些上师安住的这个本性当中给我们做灌顶的时候啊，就让我们的这个心相续里面啊，种下了这样的金刚之种，金刚的种子。所以一般性的说啊，念佛的就好像就已经念佛之外就没有了吧？其实念佛啊，会念佛只真是一朵莲花了。会念佛的人生命才是莲花的，自己要证悟实相的时候，那是实相念佛了，清正了这个无量光无量寿了。这时候啊，你现前就已经安住在了这个莲花之中。作为这样的，所以说啊，叫不离娑婆而生安养的，没有离开这个半步，而已经生在安乐国中了。这个所以说以前我们天台的这个优西啊，传灯大师，在我出家的道场，新昌大佛寺，讲这个生无生论的时候，就是讲这个道理。虽然生在极乐世界，却他那句话是怎么讲？这个生无生里面讲，生则必定生，往则不必往，往生往生嘛。这个往啊，不是来去之意，所以他这个为了讲清楚这个，说生是必定生的，当你明白的时候就已经生了，却不是啊，我们凡夫所理会的啊，往生往生来去的那种来往的往。所以讲生无生论的时候啊，每一生做天月明空，一直到讲他这个讲这一座法讲完了下座为止，这在我们佛教里面，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也被收入净土法门的净土实要之中。生无生论是净土法门非常重要的一部论点，生无生论。所以修这个观修金刚萨埵修法的了，其实已经要证悟实相的，已经要脚踏在那朵莲花里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再凭借着这个空性的，然后再以大悲的菩提心啊，就是以利益众生的心啊为心啊，什么菩提心。所以说既有空性，同时呢又有对众生有大悲，但是这个时候呢，虽然现见了法身份了，法身的见地有了，但是这个啊，这个叫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的，这分正法身的这些功行还是需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有这样实际的修法，因为他有菩提心，也有现见啊，这个空性，这样的人在我们人世间是什么？这样的人就是菩萨了。所以这个法门，真实念修金刚萨埵的法门是真是培养佛菩萨的，是把佛菩萨啊，是培养菩萨的，是培养那个初发心的菩萨的啊，令这个菩萨的坚固，令这个菩萨以自己来清净所有他自相续的业障之外，令他所有阿赖耶识的业障也清净，然后他得到真实清净了之后
心净则国土净，彻底显现出国土清净。所以有这样一位菩萨在人世间，他修这样的法，整个国度都蒙他的利益，他成为我们人间的真实福田，真实的人天之师。所以这个经呢，大家听啊，真的，你讲的时候，我们这么多人听，他这么多人，这天下这么多人不一定能够真实的修啊。但是只要你百千万个人听，只要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他听了，他按照这样去修了，那整个国家、整个世界蒙他的利益啊，蒙他法益，这个世界有真菩萨住世，蒙他法益。所以说，乃至我们平时啊，我们啊能够有惭愧的心，能够听闻这个法，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就是从相似的来观修啊，也是有极大利益的，也是有极大利益的，更不要说真实的念修金刚萨埵，所以下面我们就学习这个真实念修金刚萨埵，如此明观四对之力后。真实念修金刚萨埵时，首先自己平拥而住，明观头顶上方一箭虚，这个一箭虚一走虚可以，虚空中观想千瓣白莲花，然后在这个莲花之上有一个月的台这个月台是什么一样，有圆圆满的月亮一样的这个月台，圆满的这个清华的月，所谓的圆不是指其大小的尺度，而是指明月的所有部分全部圆满，犹如十五的月亮一般，无有丝毫欠缺之意。又观想其上，观想在这个月轮上面有一个光辉灿烂的白色的轰字，虽然其他宗派有观想从轰字放射收聚光等，但自宗我们这个宁提派大圆满宁提派无有此观想，此后一瞬间轰字变成本体为三世诸佛之总体，五等大悲宝藏俱得经根本上师。比如说我们这里如果是观想法王如意宝的话，就是那个轰字就是弹指顷就显现出法王的形象那个形象其身色洁白这个形象为圆满报身的本师金刚萨埵主尊。然后这时候他显现出什么形象呢？具体什么形象？是以金刚萨埵的这个形象，就像我们有时候晚上做梦梦到一位佛菩萨在跟你讲话，但是你内心里非常清晰，这就是师父。有的人呢梦里面就这样见到光明晃耀的一位，然后这非常清晰的，这就是师父，所以非常亲切的师父师父，这个时候所以这个也是，所以这个比喻，这个轰字一刹那之间就变成圆满的具足五等大悲宝藏的这个上师显现的金刚萨埵的形象，这样怎么一下子就是有一种比喻这个升起次第的时候比喻这种像什么，就像那个平静的湖面上忽然有一条鱼从那个湖水里窜上来一样，就是那样在你不经意之间一条鱼啪窜上来一样，就是这样子，这个轰字恍然之间变就是非常快的，不是说一秒两秒钟那个变出来的，而是那个轰字忽然的变现出来，其身色洁白宛如十万个太阳照耀在雪山上一般，十万个太阳照在雪山上面一般，乘过飞机的人知道我们飞到云层上面那个太阳照在云层上面有多耀眼，一个太阳照在云层上这么耀眼，十万个太阳照云层上是多耀眼照到雪山上那就跟那个感觉差不多，就是非常的这个耀眼。一面二臂，右手持表示明空之五谷金刚杵与胸前，
左手持，表示现空之灵与妖迹。什么是现空的啊？左手持啊，现空什么意思？这个明空是什么？就像这个我们《心经》里讲的那个空，那个表示是意思是一样的。现是什么呢？现是等于色。右手金刚杵拿的是啊、空不异色，左手拿的金刚铃呢是色不异空，啊，这是从一个显现的内外所显现的色法上面，虽然是空啊，它显现是光明的，一切万物都是这个光明所照耀、所显现的。就像有的人他人的这个圆满了，天福现前了。他马上就享受到的是天人的这种境界，我们看不到他天人的他的受用，他也看不到我们的痛苦了，哎，所以他要入神通，用神通才能够哦关到我们人间了。他如果不用神通的话，就是我们住在一起，他受的是天福，我们想的是人的这种境界，那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鬼呢？那鬼受的是鬼的苦难了。他感受不到我们那个，所以，哎，平时为什么不要害怕呢？如果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有资粮的、有人的这个福德的，他鬼啊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他。哎，他呢也不敢害你，因为他看你啊光明晃耀，哎，就不敢呢正眼看你的。所以说啊，你像到处这个空间里面，哎，他。为什么呈现多维的这个？因为它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是看好像这个房间里面有天人，有啊，有人呐、啊，有鬼啊，但是互不相见，都见不到。哎，就像我们比鬼有福德，但我们为什么见不到鬼？正是因为比鬼有福德，所以你虽然同一个空间，它呈现多种层次。所以明空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现空呢，就是所有一切的色法皆是啊，色法不是外在的，色法都是因你明空而显现的，所以它又叫现空，但是这个两个呢，明空偏重在自己佛光的本体上，现空而偏重在一切万法的本体，即是你的自性上，所以啊，它还是有偏重的，好像我们讲的唯心唯物一样的，唯心是什么？唯物是什么？讲唯心的也是你，讲唯物的也是你，只不过讲唯心的呢偏重在心法上，讲唯物呢偏重在色法上，只不过这个而已，体性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虽然有两种偏重，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住着，所有一切显现嘛，这个就是现空，啊，一切的显现啊，因为我们的佛性而显现的嘛，它真正原始的导演是谁？其实还是明空。啊，是这样子的，哎，所以在讲解这个的时候啊，就直接讲中观啊，啊，这个，也可以说啊，这个根道之法，是光明啊，讲这个，所以都具足在这里面，这都是果地的啊，我们要追求的。对念佛的来说，什么是无量光、无量寿？哎，也可以说。这个明空即是无量光，现空是无量寿，哎，是这样。所以金刚萨埵它代表着这种啊，这个右手拿着明空的金刚杵，表示明空的金刚杵，啊，左手拿着表示现空的这个金刚铃，双足金刚加趺坐，身上以十三种圆满报身服饰庄严。即绫罗五衣与珍宝八饰，这个五加八嘛，正好十三嘛。绫罗五种衣服，还有八种啊颜饰。绫罗五衣是指冕旒、肩披、飘带、腰带和裙子这五种。冕旒啊是头上的，就像在世间，为什么皇帝啊以前他要戴这个冕冠呢？啊，比如说加冕典礼，给他加冕了之后，他就是啊，或者是太子啊，或者是皇帝了，这样的，他是代表什么？啊，这代表最上的，这也是一个报身的像，像我们中国
他皇帝头上都戴这个王哦，这个冕呢、啊，冕冠。瘤呢是什么呢？就像这个皇帝下面挂下来的那圈珠子叫瘤，这个代表什么？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中国的皇帝他也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一个皇帝他不会修道了，就会被大家，戏为无道的昏君，就会骂他没不通道的，他如果是通道的，那就是代表天子。奉天而承运，什么叫奉天承运啊？这个就叫，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嘛，与时俱进嘛，与什么时俱进啊？与时俱进啊，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道，对着众生的根器，这就叫承运，众生啊，这个时候进步到我们的文明啊，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了？众生啊，需要更一步提高了，这就是，这个叫运。所以皇帝以前啊，他要有这个既奉天的那种这种政务实相的状态，承运呢又要大悲的这种体性，所以过去啊，他有这种含义在里面的。兼披呢，就是一般性披到这个的。这个在我们这个法相上看呢，肩披的话是很漂亮的啦，它是绫罗绸缎的，很飘柔的，半身在这里，它也有表法的，其实都有密意的啊。飘带，腰带及裙子，这是绫罗舞衣。珍宝八饰呢，头上的饰，耳环，耳环是左右两个，这个耳环、项链、臂串、璎珞、手镯、指环、足镯，这个总共八个。这个八个为什么现在，特别是在印度，自古以来印度的不单单是女的，印度的男的也喜欢用这个来装饰。为什么？这是代表一种修法，它不是人为了爱美啊这样的。慢慢，你看这两年。印度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啊得到很大的流行啊，戴项链啊，戴头饰啊，戴耳环呢、啊，这个其实是修行的里面十三种报饰里面的八装饰，从手镯啊、戒指啊、指环呢、啊、戒指啊，一直到这个足镯，脚上也戴这个。所以现在的世界不分东西的都在流行的这种，所以这个金刚萨多与白曼佛母无二双鬓，身体现而无自性，现空犹如水月或镜中现影像一般明鲜明了然。这个里面这个升起次第里面。这升起四谛里面虽然这样观想，然而升起四谛的观想是什么？是所有一切是现而无有自性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这个要在能够明白妙法莲花经的这个基础上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这是比较那个比较深的了，确实比较深的。能够明白的话，已经是真菩萨了。所以现在我们按照这个来观修，这个是从根本上啊摧毁铲除业障的，所以这通过这样的观修，这金刚萨埵与白曼佛母无二双运。这个白曼佛母它指的是什么呢？佛的这个报身本体，它是不动的，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说一切的五方五部佛都是从这里化现出来的，所以金刚萨埵是报身佛的本性。报身佛的本性的话，报身佛化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在我们的大藏经里面有金刚萨埵修法这部经典有的，它记载的非常清楚金刚萨埵的功德，然后又说，
五方五部佛是金刚萨多是化现，东方不动佛，南方宝生佛，西方阿弥陀佛，北方成就佛，都是金刚萨多的体性所展现出来的，应众生不同的根器，令众生进入一个刹土，所以这个白曼佛母双运呢，它指的不是我们平时当中印象当中，好像看到这个形象就想哦，他大概是抱着一个女的，其实不是那样，远远不是那个意思，所以啊，不要去瞎猜。如果瞎猜哦，谤法还了得了。所以啊，在过去的规矩里面，就是没有到这个层次的人，不给他看这种佛像，看这个佛像啊，他会啊堕落的。所以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现在是末法时代了呢？有的人呢，他就不知道这个佛教里的，然后以前在这种双运身的像呢，他是在皇家里面有修持，以前皇帝修这些法了，深渊次第这些法，民间根本没有流传的，民间就叫你们，一些那些法能够明白，你这个小老百姓福报已经就不小了，那个大脑脑细胞就已经不错了，能够既然能明白那些法。这只有啊那些，这个养尊处优啊，这饱览这个这些经书啊，有非常福慧具足的人呢，修这些法非常方便的，这有这样的智慧。所以在皇家寺庙，皇帝所建的那些庙，还有一些寺庙的一些特殊的部分，才会有这些佛像。所以过去以前的平民百姓是根本看不见的，不是这样修法的人也不会让你进到这个里面去。但是现在你看，皇帝住的金銮殿都开放了，对不对？所以啊，各个寺庙的这些部分都作为旅游部分呢开放，所以很多人看到呢，也就啊凭着自己的想象啊瞎想。还有这样的人呢，他认为哎这个倒不错，哎我也回去盖一个旅游点，我也塑几个这个佛像，什么起欢喜佛啊，什么男女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就是打着这些招牌，说这些是跟性有关系的，甚至佛教界里也有这样子的人呢，不懂，根本他也没有学习过深渊次第的教法，然后就牵强附会的讲是什么，是讲印度的婆罗门教里面的性力派的展现，真是胡扯八道，他什么也不知道，就那样胡扯八道的，造下无边的罪业，这个佛教界里面写，甚至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写这个印度佛教史啊，他就这样写，什么时代什么佛法，什么时代什么佛法，什么是为什么是就这个佛法，是跟怎么怎么怎么结合了变成那个佛法的，他都是胡扯八道的那样子，有现在甚至在这个佛教界都是这样，更不要说这佛教界的那些不知道这些法来啊，好像为了表示没有他不知道的，都要这样子写一通，特别就是那些所谓佛学院里啊，那些佛教大学出来的所谓博士啊什么的，那就是这样，因为他做了研究生做博士之后，他再也不想出去参学了，再也不想去拜那些善知识了，他就已经高高在上了嘛，博士学位都拿到了，他就可以开佛学院了，开什么，他如果开佛学院他不懂这些东西，那他自己不甘心啊，就再去查资料啊，查出来东查西查，再根据自己的臆想，自己的猜测编出这些东西来，所以这个时代就叫末法时代，这样的混淆视听的，这样子，这个社会上呢也有这样子的，也有这些人呢兴风作浪啊，误导大家的，其实这个不是啊，这个白曼佛母啊，它就代表着就像文殊菩萨一样，文殊菩萨什么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代表般若，般若代表什么？般若代表诸佛之母，一切菩萨之母。那有的人他搞不清楚了，那文殊菩萨是女的呢？这个母不是一定是代表女的意思，只不过是借母能生长，是来这样一个意思，
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地藏王菩萨，地藏是什么地啊？真的是大地啊，不是大地了，他也是，他指地藏菩萨代表的是法身佛的本体了，法身的见地了，所以是赞叹法身的状态，哎，是犹如地藏啊，哎，它代表是如大地能长养一切，哎，说安忍如大地，但是你真的是啊，是泥巴的地啊。不是这个地了，而是那种啊心地啊，法身地啊，这种一样。所以这个白曼母也不是说是个女的哦，她只是一个表法哦，两个这样本尊。但是是不是是实有的？不是，闲而无有自性的，这是明空现空的，哎。所以现空犹如水月或镜中显影像一般鲜明了然。虽然闲而无自性啊，又了了分明啊，这个对心的这个状态啊，能做和所做这种心的微妙，所以为什么我说这要是妙法莲花经知道了，才能有这个法，才能知道会修呢？这个叫妙啊，心的妙，哎，能显一切就闲而无自性，哎，虽然能显一切，又不障一切的，哎，这种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那种微妙。如此自顶上所观圣尊的面相与自己面相相同啊，就是圣尊在头顶上坐的那个千瓣宝莲上那种状态啊，是跟自己的这个念相同的，同一个方向的，啊，所以这个千叶莲也是指的这个啊卢舍那嘛，大光明卢舍那，啊，千叶宝莲，啊，这个，所以这也是报身的这个体性啊。我着重就把这个讲清楚，否则的话这个佛教界里很少有人在讲这些，因为这些属于密法，虽然属于密法呢，现在又公开的在弘扬，虽然在公开的弘扬，大家又不知道这个意思，哎呀，就以恶传恶，然后乃至啊这个混淆视听的，甚至也有啊，哎，混淆了他还自以为是的，还言之错，这个言之这个啊，确凿的，好像那个振振有词的那样子来指责，其实他根本叫望尘莫及了，尘埃在哪儿他都不知道，哎，他就那样子来假想的在，所以这个修法是非常高的。那既然这里的有的人或许听了会想，那这么高的修法我们听了你讲了有意义吗？有意义啊，我至少坐在这里讲这个法已经在我们地球上重一再一次的放光了，我一次讲法功德可以回向给大家。总是你听不懂不要紧，我讲了之后我可以以这个功德回向给你，你自己嚼不烂，我可以把这个精华啊这个食物它的能量直接把这个能量产生了，可以回向给你，回向给你，回向给这个世界，哎，所以我们师父他讲啊，他说有人听经，哎，要讲，人多听经要讲，人少听经要讲，没有人其实也应该讲。所以过去啊，道生讲经别人都不认可他，认为他讲的这个经典呢没有依据，他说那个这个无情也有佛性啊，乃至啊一禅体者也能成佛，别人就说啊你这个依照什么经典，甚至大家都是不听他的，没有人听。结果他就从北方来到南方，来到了苏州的虎丘，一个人坐在虎丘山上啊，对着石头也讲啊。为什么呢？我们师父讲讲经功德非常大，你不要以为讲经只有人在听呢，哎，你讲殊胜部的经啊，有殊胜的菩萨在听，哎，有大乘菩萨在听，我们听不懂啊，哎，但是有发了菩提心的，哎，有这个证得悟实相的诸菩萨有形无形在听，哎，诸龙天护法，以前的龙天呢，以前的诸天啊，这个欲界天色界天的，他们曾经听过佛讲经的，现在知道在佛涅槃之后2000多年之后又有人在讲这样的法了，他们会来现前听呢，会来听，天神地级啊会现前来听。所以在讲经的过程当中，自然的这个法这个功德又一次的流布到世间，
所以说他有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听得懂也好，听不懂也好，你是作为一个见证，是幸运的人，你听总算听到一次这样子殊胜的法，你很幸运，就是不听不懂也是一个幸运的人。